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一号，今日系星期四。我哋呢节继续同大家咧系分析香港咧就系嘅政治风波。呢一排我哋当然系会相当之咧就系关心同留意咧就系内地嘅示威情况吓，仲有系内地人喺世界各地嘅示威情况吓个原因相当之简单呢个咧同我哋息息相关。 就發生喺我哋身邊，無論係從地緣政治嘅角度去講，定係從中共呢一個我哋香港人嘅對手嚟講，呢一件事咧都係重要。嚇，亦都正如咧，我哋會關心咧中南海嘅局勢。假如共產黨內鬥，嗱我哋一定咧係會咧係十二分精神睇住，因為只有咧佢哋發生內鬥嘅時候咧。 對呢一個呢，就係光復又好，對於擁冧共產黨先至會呢，係最有利好。好啦，咁呢個呢，係從公利嘅角度去講，嗱，從一啲原則嘅角度去講，係我哋亦都呢，係冇理由呢，見到呢，就係被中共壓迫同欺負嘅人呢，係默不作聲。更進一步，如果可以嘅話，如果大家有相同嘅地方。 大家能夠為咗一件相同嘅事去對抗嘅話，咁當然係最理想。能唔能夠去到嗰步，冇人而家呢一刻可以講到。但係最低限度，我哋對呢件事應該心里邊有少少嘅期望。如果你真心覺得希望能夠光復香港，希望能夠有民主喺我哋嘅未來。 最低限度，我哋不會放過任何一點嘅可能性，哪怕嗰個可能性可能係非常非常之少嚇，我哋都不願意錯過嗰個機會同埋可能性。呢節我哋繼續要討論同呢一個黎智英案件引申出嚟嘅政治風波相關嘅內容。嗱，上一節我哋同大家講呢一個呢。 已經有咧，就係親建制媒體對於呢個香港嘅律政司林定國相當之不滿。嗱，今次咧除咗呢一個林定國被炮轟，跟住港澳辦呢介入，再去到李家超提請人大釋法之外咧，嗱今次咧有好多詭異嘅地方。下呢節要講嘅咧係香港嘅前律政司梁愛詩。嗱，呢個係咩人呢？ 啊！如果可能係近年先至睇政治，即係例如二零一九年你先開始關心政治嘅人，又或者可能係最近啱啱先至翻牆嘅內地嘅聽眾，咁你哋呢一定係唔會知道呢個係邊個。嗱，所以呢度亦都要再講。嗱，梁愛詩呢就係、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非常非常非常信任嘅人。梁愛詩呢係九七年香港回歸呢一個呢。 基本法草委裏面嘅其中一個呢，就係重要人物再講多次，佢呢係共產黨非常信任嘅人。嗱，換句話講，喺中英談判，再去到中英聯合聲明，再去到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呢，梁愛詩都擔任咗一個呢就係重要嘅角色。嗱，梁愛詩同最近呢幾年先至冒起。 嘅嗰啲咧，呢就系土共分子，即系香港嗰班狗官咧，其实系完全不同 level 嘅。吓梁爱诗嗰個年代做得中共信任嘅人，但佢绝对唔会为咗出嚟抢镜头，为咗出嚟做立法会议员，为咗出嚟咧系去选人大咧，就系出嚟会乱咁讲说话。嗱换句话讲，佢几乎嘅行为，系共产党最中意嘅人。 只有咧共產黨命令佢做事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出嚟做事，絕對唔會好似香港嗰班垃圾土共分子出嚟咧，係要搶鏡頭，係要爭上位嘅。嗱好啦，咁啊梁愛詩咧，亦都咧係被譽為咧係呢個叫做基本法護法之一嚇，佢咧同其餘嗰幾個係每一次當香港喺呢一個過去有法治爭議嘅時候咧。 佢每一次咧都用法律嘅角度咧系帮呢一个咧系北京咧系成功辩护。嗱咁所以咧又被誉为咧系护法嗱今次咧出现咗一个非常之吊诡嘅情况，基本法护法梁爱诗，中共非常信任嘅人嚇亦都系前律政司居然呢，今次咧佢出嚟咧唔系支持人大释法嗱呢件事我见到咧真系觉得好诡异。嗱我呢？ 所以呢節咧要同大家一齐去討論呢件事到底發生咩事。好，我哋繼續講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記得節目撳 Like，用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痛擊五毛，痛擊男師，繼續開 Google 户口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星期二得到，星期二日報，仲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哋繼續誠意邀請聽眾，經濟能力許可嘅你，希望你訂閱披財支持我哋。同一時間，我哋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哋。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不需要付費嗱，只要打開我哋嘅節目清單，欣賞播放，手動點擊加無限碌大法就可以啦。無限碌即係咧係可以循環欣賞播放。 希望大家幫下手啦！啊，徹底係免費嘅一件事，我哋繼續同大家第一時間咧分析咧就係時事，嚇而我哋呢個台咧主要係講政治為主，嚇其他時事咧都係好重要。嚇由於近日政治風波較多，咁所以咧政治嘅篇幅一定咧係會較多噶啦。我哋嘅立場亦都非常之清晰，啊，我哋咧係反對中國共產黨。 任何能夠令到中國共產黨倒台嘅事項，嚇我哋咧一定係會盡量支持。嚇我哋嘅目標係光復香港。好啦，就住呢一個人大釋法嘅風波呢基本法委員會嘅前副主任梁愛詩呢就係撰寫文章，係話呢係要逐點反駁呢點解要要求提請人大釋法。嚇佢亦都呢。 喺個文章裏邊咧講到明咧係支持呢一個咧中審法院嘅裁決嚇。佢話認為按照而家現行嘅法律程序嚟處理海外大律師嚟香港係正確嘅。佢話點解話英國嘅律師唔識得國安法呢？嚇，佢反問一個問題，話你香港嘅大律師又有幾多少人識得國內嘅國安法啊？請問？ 好啦，最後佢亦都喺文章度反問，話如果有人要求釋法，到底你要釋邊一條？好啦，咁我先從呢一個咧香港原本嘅法制去討論梁愛詩嘅觀點。嗱，梁愛詩嘅觀點呢，從原本嘅香港法制嚟講呢，其實係正確嘅觀點。嚇，其實我哋剛才都已經同大家講過啦，人大嘅釋法係對於基本法有解釋權。 其實基本法裏面有寫得好清楚，邊一個情況之下可以提請人大常委會就住香港嘅法律問題去釋法嘅。好啦，國安法好明顯根本並不是基本法嘅條文，雖然國安法係根據基本法嘅附件三係將佢咧係擺落去香港使用，但係其實對法律稍為有常識嘅人都知道附件裏面嘅內容。 即係並不是正物。既然係咁，佢點能夠算係基本法嘅一部分呢？嗱，換句話講，國安法除非佢自己裏邊呢係有特別嘅條文講到呢，就係可以將佢呢提提升去到人大度釋法嗱，但係同樣地都有機會呢，其實咁樣做係同基本法嘅內容係相違背。好啦，咁嘅情況之下，你要國安法拎去人大釋法吓，咁佢作為呢。 就係基本法護法，就問你呢個問題啦。所以，喂，咁你要人大釋法，咁你要识邊條法啊？國安法唔係基本法嚟嘅喎。嗱，換句話講，梁愛詩嘅觀點係從法律出發，係從北京解釋香港法制法律嘅觀點出發。嗱，我冇話佢一定正確。嗱，但係而家港澳辦同李家超仲有譚耀宗嘅講法呢，其實佢只係話你香港人。 香港啲律師唔識得國安法，咁佢就話要出呢件事要拎去人大釋法啦。嗱，正正犯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又可以話呢係叫做政治上邊夾硬嚟。嗱，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個建制入面都相當之矛盾，因為有一班原本嘅建制，即係例如基本法委員梁愛詩，原本嘅建制係喺個體制裏面同你講制度，喺北京嘅立場去講。 即係佢哋呢，係都要講下呢，就係你而家定咗嘅制度啊嘛！即係好似中共咁，中共有黨章，即係你內部應該要跟翻中共自己嘅規則嚇。而家呢，有一班人急於冒起、急於上位，嗰班人呢，咩原本中共嘅規則，佢哋都唔講嗱。我哋見到一個呢好大嘅矛盾，居然梁愛詩呢。 覺得而家呢個情況係釋法係根本唔合適。嗱，我非常之罕有地見到梁愛詩居然同而家似乎係嚟自中共嚇，因為嚟自港澳辦啊嘛，港澳辦出咗信件叫李家超要維護國安法嚇，呢一個呢，似乎係應該係北京嘅決定但係居然梁愛詩係唔同意嗱，呢個係非常之奇怪嘅狀況。 親建制媒體咧立即咧就係聯絡梁愛詩，再反問、再去啊詢問佢，到底佢出呢個文章嘅時候係咪已經知道咧就係北京已經受意嚇，要準備人大釋法咧？好啦，咁啊最大最大嘅可能性係咩嘢咧？嚇，我認為最大嘅可能性咧。 就係梁愛詩咧，亦都喺而家習近平嘅天下入边咧，其實亦都係被擠出咗咧，就係原本嘅核心入边嗱，雖然佢係中共咧相當之信任嘅人，嗱，但係就算去到更高層次嘅中共黨員一樣咧，俾人掃出嚟。吓睇翻今次二十大，大家就知啦，係嘛？有江派啊，有團派啊，吓胡錦濤都俾人咧。 係請佢呢係離場嗱，咁所以呢，比較最合理嘅分析呢一個呢，並不是來自咧北京嘅鬥爭，而係梁愛詩被擠出咗呢個權力核心，令到佢今次佢都判斷唔到到底人大会唔會釋法，所以呢，佢寫文章嘅時候根本唔知道呢港澳辦呢係會落咁樣嘅命令。好啦，如果呢一個推測係成立嘅話，我哋可以見到呢。 就係習近平咧，將會不再重用以往咧，就係嗰啲咧，就係中共嘅老朋友、中共信任嘅人喺習近平眼中全部變成不信任。好啦，咁所以咧，習近平咧真係有機會成為咧，就係吞併中國共產黨嘅人最好咧去跟住跟手就俾咧，就係內地人民又好啊，或者其他方式都好啦，俾人掃落堂。 好，我哋呢節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